覧の番組はしあおしい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トクスメラギトマク釈迦車体美展。好，来，大家好，这个是，这是什么节目？小师又来了。是小师又来了。爱车大奶照。好，你自己上哦，我不管什么节目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珍珠奶茶搞定了，好不好？2003年的 RS330，好，我们到台中去收回来的，然后网友一直敲敲敲敲敲，碗都敲破了，下集出来了。好，那是因为我们整理的项目实在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换了这个直瀑型的电镀的水箱护罩，改奶茶色，还有大灯组双鱼眼，好，大牌也烤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先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做了哪些事情。走，看引擎室好不好？引擎室，这个没换呢，没换，怎么那么落差啦？那引擎室哦，换了一堆东西，到时候列表整理好，好不好？在画面的某个地方会出现，给大家参考。但是，一样哦，我们里面都不会有包含工钱，好，因为工资是每间修理厂收的不一样，好，还有工时。我们花在上面的工时其实是最难计算。我去看那个加拿大的一个爱车改造的节目啊，他们在计算一台车的整理，其实不是只有成本而已。他们算的是说，我整理这台车要花100个小时，然后再把工时算进去。所以在台湾工时不值钱，所以工时没办法计算，我们只能把一些材料粗略的在旁边跟大家分享。那跟小师讲的一样，里面也许有一些东西是副厂，但是我们会选择性的依照我们经验认定的可以使用副厂零件的东西，我们就会去用副厂，好，不是一昧的使用正常的东西就是最好。那我们也不会把零件拿中古的来换，依照我们的经验就是新的上去，好不好？来，侧面隔热直接重贴了哦。那它这个车哦，它依照这个 Lexus 的惯例，它一样，我们熄火之后，它的方向盘会往后退。它椅子会退吗？椅子不会。然后我熄火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再回去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方向盘一样，也有我最爱的前后左右上下，好不好？这边有个隐藏式的小杯架，那边没有。我那边没有。没有啊？为什么不给？然后，其实它中间也有两个杯架啦，它这有一个 open 有没有？嗯，就像我们上次那个155被蛤蟆有没有？好，有一个置物盒，可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啊，它现在连 close 都有。好，椅子侧边也有安全气囊，前面有两个安全气囊，提供最完善的保护。膝盖一颗。好，皮椅回来，我们也做过整喷了，方向盘我们也做过整喷了，几乎都翻新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后座的空间。哦，后座出风口，后座空间赞。我最喜欢的椅子就是它的皮革是稍微掰的有一点 Q 劲，你知道？啊，大家知道 Q 键吗 ？Q 键的 Q 键就是打折啊，哦，有皱褶，有拉那个皱褶出来。Q 键你不知道，以前他妈西装裤都要打一折、打两折、打三折，水洗丝你不知道？水洗丝你猜一猜啊？我们在，今天我们在。现在年轻人很难沟通啊。来，还有这个电动尾门，遥控。哦，遥控电动尾门。好，这是它换下来的面板，里面的千斤顶跟雷克萨斯。我跟你讲，雷克萨斯送这个牌子，送这个工具组有没有？基本上啊，你用的几率很低。你看，这都新的没用过，都没拆过，都没拆过啊！这个从新的他妈放到现在，连动都没动过。你看，都神仙啊，有没有？这些东西完全没用过。看这套筒从来都没套过，雷克萨斯是不会坏的，好不好？如果雷克萨斯是会坏，一定是你人品的问题。你看，我喜欢这样了，他把每一样东西都有他应该要有的地方可以放，然后再来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再往上扣，然后嘞？啊，自动收回去哦。屁耶，这样要干嘛？好无聊哦。啊，这根可以拆下来了，这根可以拆下来。多么无聊的一台车 ，Smart Nine。哦，后面改了排气管。我本来要改双出的啦，可是因为它原本这边有做一个弧度在，
对，它这边没有。对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切那个弧度，因为切了会很难看，所以就没有把它改双柱。拜，其实当初应该心一狠就把它弄双柱。哦，啊，避震器底盘啊，一些铁套啊、耗材啊、拉杆啊、舵杆啊，也全部都更新了，所以底盘你可以放心，也不会有任何声音哦。哎，再跑几公里，158,000公里。好，2003年、17年跑158,000公里，一年开8-9千公里而已，算正常啦。因为基本上哦，高级车的标准一年是10,000公里，国产车的标准是15,000公里，因为你不太会买高级车回来吞嘛。哎，我刚刚一直在讲，你看奶茶色跟它里面的颜色是不是真的差没有很多？奶茶色，开门，其实里面没烤啊，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跟内装颜色也蛮搭的，一体的，好不好？反正哦，很辛苦啦，我们只是在笑中带泪，好不好？啊，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就记得多多支持我们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让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听音乐、看片段。好，泰山，我今日本来要改音响，给我发现一件代志，音响开啊，电台，不管倒一台啊，我的声音我没做坏，快去啊，放空加。这个三张哦，电台都可以换，什么都好的，主机好的，可是这一台有个坏处，它有一个重低音坏掉，所以你要修喇叭吗？还是修线？修喇叭，像个暗谱，暗谱我也叫做扩大机啊，扩音机蛮牛啊，扩大机啊，扩大机就是要把声音放出来，它就是变 A 高级啊，你无暗谱就断不出来。啊，为什么叫 A 高级呢？是你接线到喇叭线，这个叫做用主机去推的。如果你主机它是靠那个扩大机声音出来，你这个机子是哑巴。你是用 AV 端子传过去，让它声音从那边出来，从那边出去的哦。所以那个扩大机坏掉了。对啊，坏掉了。手工拿像这种 R 叉都在哪里吗？哪里都有，一些扩大机的。阿贝亚都。我这边传一下，我这边来下车副座来哇。这是凹座嘛，把椅子放下来，椅子放下来了就你来唱一下，唱一下扩大机的家，这台的，我这台，就这台，你这个应该不便宜，好，爱开机啦，都爱开啊，对吧？但你总爱看的啦，开机你就爱看，你爱看是你开别人的钱了哦，是安尼啊，好啦，开了就对啦，是开你家己的，对吧？好，拜拜 ，Mark Livingston。阿龙，这台马尔利宾城这台是原来的吗？这里的。啊，伊内底嘛是倒这吗？有啊，有啊。哦，它里面也是接这个。对，烦恼哎。转数字不会动，弄自己掉嘛。数字没有，数字都没掉。对。大部分都是扩大机坏的，而且这台比较特殊的，花钱死掉，花钱上。我跟你讲啦，这个如果换做别人，就跟你说坏掉了啦。不然坏掉。哎，我帮你修啦，然后帮你换一个保险丝，说我修好，过三天再来拿。好险的，我们对他还不错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接线哦，谁都会接，只要学过就会接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考验那个经验跟细心、耐心。你要把那个线 Q 啊，就碎了。以前哦，常常玩的音响，有些哦，不知道老板躁郁症还是什么，肌没力臂嘛。眼睛，看我左脚并用，只要几个。看有对着金色啊，那比如讲啊，里面的事情我们就不管，因为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去牵车的时候，好给你的影响到后啊，我跟你讲，你里面的线全部挤成一团啊，有时候这样摩擦，不好。啊对，小怕的。我们不能讲那么严重，我们这样等于是在唯恐天下不乱，可能你音质就变不好嘛，干扰啊，对不对？七七叉叉，要不要叉叉丢啊？好，小字这样，大字按不烧掉。虽然现在很多车都是讲求最好是可以插头直接对插，可是其实没有那么多，除非像很新的机子，要不然其实没有那么多专车专用，有的线头都帮你做好直接插就行。好，我们要找他，一直 Q 爽，一直搞 Q 不丢伊，等下 Q 不丢伊，打巴苦的时候跳出 A 片来。好干。对啊，那不要让他接触。机的风量，这样冷气就没有了吗？导航也 OK 了。走，哎呀，这种还没装回去。那个，我叫了那个修理包还没来。这个出风口很容易就断掉啊。他说原本断掉了。断掉了，断掉就不能左右那个就不能调整。那你改没得？叫你去，太辛苦。那你改怎样？你自己挑啊。我自己挑。他尾管用那个 Hello Kitty 的。Hello Kitty 的，爱心管。对。看这台要改什么声音？
稍微有一点点升的，就感觉上要那种 F-35 有没有？哦，就那种不要太大声，不要太大声，低沉的那种。好嘞，他说这个太小颗了啦，换掉可能又装了一个消音器，可能没什么差，效果不大，所以要把这一个，这颗就是比较大颗嘛。啊，我要你看，还是头塔的，有没有？哈哈哈，还头大的，对啊，把这个换掉，效果应该会比较好。一样啊，我们会装在消音器上去，因为装了之后声音它就会变小。这个这么快，当时那 Impreza 才半天。哇啊，程序嘛，赶快先混旅游。哇，连少了一个动作就差很多。但是你们拔不下来，就是没有这个工具。对对，它是一边顶着一边拖嘛。对啊，顶这里。哇，啊，夹那只，它把它哎压一直出来了。天亮回去了，吹一下。音乐不会很吵。人脉外在千里之外之外，想要快，没刹车就快了，不要被速度限制自己，要克服心魔要靠自己，人要比车凶，谁敢来拆改？谁敢来逼台？人要比车凶。电影上演着好多神迹，实地试验才发现那就像在赌命。但是肾上腺素莫名其妙分泌，表示莫名其妙治好我的便秘。速度太快，兢兢战战兢兢胆战心惊，石破天惊，大吃一惊。对手挑衅，使出绝技，崇拜的对我调情。速度太快，幻想我是瓦仔，今天才刚刚换了一颗热熔胎。我的后座从来不曾有妹妹在，护身符挂在车头，鬼魅不敢过来。所以油门轰轰，起步声音摩擦地板，乖乖改的喇叭。所以油门轰轰，起步声音摩擦地板，乖乖改的喇叭。我的顾问都拜外，叫拜外，我的头歪歪。嘿，他们说这样怪怪，气太快，我怪怪怪怪。那么顾客轮拜外。名车大会师，Suzuki， 雅马哈，贝斯巴，亚龙啊，哈雷，捷运。好，走，330，耶！阿大，我跟你讲，一台车哦，整理好之后开起来就爽。引擎脚换掉之后，引擎变得非常的安静，方向盘都握着都不会感受到抖动。哎，换多钱呢？把底盘都弄好了，五油三水，水泵补，不会不会，都处理好了。当初这个车子，我记得马力是230匹啊，扭力是32公斤。在这0到100的数据是7.9秒，8秒左右吧。妈，这个年纪的，我不相信它有7.9秒。帮我等一下吹看看有没有。只是说哦，有些人会说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是330，因为它下一代我记得好像06年就改成350。那当然350有一定的价差。这台车我看我们这样整个整理起来，我也不知道要卖多少钱，成本无法计算。很多人哈、哦、问我说为什么要改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可以。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，其实一台车，我觉得，那他说啊，你应该白的啊，要改了要改好看一点的颜色啊，什么微博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其实第一个，它这个原本就是棕色，那我考这个颜色呢，我就不用考到骨子里面，
好、哦，这第一个就是为了要这个行照上面的颜色可以比较相近，然后门打开也比较像。我当然我知道可以改成白色烤到骨子里面，可是烤到骨子里面的耗费的工时跟工钱就相对更高了。第二个是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翻新呐、啊，阿呆，我们翻新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没办法常做。可是我总觉得要突破一下自己，对不对？每次差不多的东西。你每次都烤白的、烤黑的，然后烤那个不新鲜、不好玩。对我来讲，我们在玩一台车、改一台车，虽然是跟大家分享其中的过程，有没有？网友喜欢看我们花钱，觉得很疗愈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像玩一个比较大的模型。现在模型有很多那个战车，故意把它刷仿旧漆，有没有？战损，对不对？以后搞不好有机会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下？生锈版，对啊，弄个战损的、生锈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上次看到一个更屌的，整台车外观全部都抛到铁见铁，直接喷亮光漆上去，整台车妈铁色，那好像蛮帅的、啊，超帅的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这样才有符合一点节目效果，不然大家看我们啊，你就换一换大灯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他妈那边弄一弄，那边换个小东西，啊，烤个漆而已哦，弄得好像很厉害，没什么，没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偶尔哈、哦、挑战一些比较特殊的颜色，所以以后大家可以放心，我们会越挑战越奇怪。这个真的是不锈带给不锈挡珠。好，那我还是帮大家评论一下这台车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它当初在美国卖得很好，在台湾其实也卖得很好。那主要的原因无非有几个，它整个空间、整个开起来的感觉，然后舒适性，然后这个妥善率、维修的难易度，全部都到达了一个非常忘我的境界。你要拿任何一台休旅车来跟这个比，基本上对手都太过于严格了。所以哦，这个车我非常喜欢这个车的二手车。为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当初他给的安全配备，2003年的车呢，它的气囊数跟现在新车在卖的气囊数是差不多的，几颗？六颗。好、哦，循迹防滑啦，啊，再加上我们把音响改掉，我再猜啦，吼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花多少钱，我再猜是我们卖出来应该是会卖到20几万。当然，我跟你讲哦，没有整理到紧绷的，你在市面上 FB 自售看就10几万了。我们加上一些这个整理的东西，工钱上去卖个20几万，我是觉得不为过了。那我觉得你花20几万啊，那哇，你今天给我一台2010年的 CRV 好。好，2011年 CRV 现在市面在卖还要30几万。好 ，RAV4 2010年的也好啦，赢这台7年啦，年轻7岁啦，市面上卖都要30好几啊。两台比起来，我宁愿选这个的。我如果要开的话，我要选这个。为什么？你2010年的不管是 CRV、RAV， 气囊数也没那么多啊，隔音也没那么好啊，啊，妥善率我跟你讲差不到哪里去啊。哎，这雷克萨斯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没什么无可挑剔，唯一你要硬挑剔就是油耗。但是基本上你现在市面上的休旅车，你要去检讨油耗，基本上我劝你就不要开休旅车了。养一只这么大的马儿，你要它草吃少一点，基本上就有难度了。再来一个排气管，我之前讲过，开 Lexus 的车怎样，就已经类似大台的 Toyota， 就类似你对你的人生已经不太存在有热情这件事情。排气管改下去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吹油门，可以稍微听到后面我们排气管的声音？对啊，至少让我觉得感觉到我还活着，我活着的声音，不是一定开 Toyota 我就一定要妈的上车睡觉、下车尿尿，对不对？不过其实哦，我们改灯、改奶茶色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个车其实回来的时候哈、哦，蛮像船的，就是过坑洞以后。那个余震蛮幅度蛮大的。那这一次我们换的这个避震器啊，虽然是用副厂的，那可能但是因为它是新的关系哦，所以整个那个 Q 弹的程度就会提高蛮多。好，那基本上这种车，除非你这个急加油门 kick down， 要不然其实也不太会有所谓的什么换挡的顿挫啊。它这个是最传统的四速变速箱。那在这一台 Lexus 上面，我比较常遇到的通病有这个空气流量计，它常会亮引擎灯，那有可能就是这个空气流量计的损坏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它的出风口的叶片很容易断裂，像这一台其实就有脱落了，因为这个买不到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原厂很贵哦，这个原厂听说好像要2-3万块。这个，因为它是整个面板，这不单。然后我去一些沙漏厂找有没有，也都是断的。然后再来一个，就是之前我们也常提到那个叫做环保漆这个软化的问题，这还非常棒。这个是前期型的，前期型的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环保漆的问题。那个环保漆软化的问题，它通常会出现在2005年之后，
后期型黑内装，那时候它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环保漆的问题哦。还有一个，对，一个我修很多，它原厂配备是这个 Mark Livingston 的音响，最常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单没声音，很多人以为是主机坏，你换了主机，我跟你讲还是没声音，什么坏掉你知道吗？扩大机。那那个 Mark Livingston 的扩大机，基本上你在外面应该已经找不到东西了，通常都送修，送修我记得8000块左右。好，要不然你就要找这个对汽车音响比较理解度高一点的人，他可以帮你改线路，改成这个市售外面的扩大机。好，那这个音响不错，它就是它改了之后啊，它就整合了这个空调，所以我们现在调空调也是在前面调，有没有？嗯，这是首页嘛，它这有一个空调的选项，用触控。对，用触控。所以哦，这是一个好处，因为当时哦。那个年代正好流行把那个它的那个空调的面板显示在液晶荧幕上，那就造成什么？我们要改音响啊，要改影音很难。好，体验啊，那时候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只要市面上在贩售的数量够多，就有厂商愿意开发。好，这个就是热门车跟冷门车蛮大的一个区别，就是在改装上面，在拿零件拿材料的费用跟取得容不容易上面。阿戴，你不觉得这个车坐起来就没什么好讲的吗？我很钦佩可以把这种车讲得口沫横飞的。你说谁？我没有在说谁啊，不要挖洞给我跳，我现在他妈的敌人很多，你不要开玩笑哦，我们没有抑制任何人，好不好？因为这车真的就像我讲，妈的啊，开起来就这样顺顺的哦，啊，冷气的哦，干这沙发有没有？哦，你看连这边手把都没有偷。好啦，啊，反正这个车哦，就是开起来就是比较会讲的观众朋友在底下留言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车出来哦，下面的留言一定是一片好评的啦。所有开过这个车子的，应该对这个车其实真的没什么太大的怨言，没什么好嫌的。对，那我觉得唯一的一个怨言可能就会存在于说，比如说像船一样晃来晃去，大概就是这样而已，太软，开起来没有热情，对不对？给它爬个山。我觉得哦 ，V 六的车其实在爬山，像这种 V 六，尤其是 V 六老车，在爬山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吃亏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低速的扭力并没有那么。所以其实他爬山吼，你光听后面排气管声，你觉得是，你会觉得他好像蛮辛苦的，吃力啊。可是其实我踩一点点而已啦，只是说 V 六的车子吼，原本碰到山路就你排气量不够，或者是你变速箱的这个档位不够的时候啊，你就很容易发生一个你觉得引擎在惨叫。你如果你的车是 V 六的老车，有点年纪了，你又常开山路的话，你必须要很注意你的散热系统。好 ，V 六很容易因为这个爬山温度过高，平面还好，因为平面对于 V 六的引擎来讲，它的转速比较低，显得没有那么辛苦。但是你在爬山的时候，你又没有给它足够的档位的时候，像现在我觉得它应该是三档在爬，有没有？它尝试着把转速用低，像我现在才2000转而已哦。三档2000转在爬山，时速才40公里而已，你会觉得它好像没什么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把它降到2档，你会觉得它很大声，这个就是档位不够的状况，高太高，低太低。你像这种四速的车有没有？你开在这种山路，你就会一直感受到它在频繁的换挡，就是二换三又换二又换三又换二，因为它一直在找它合适的档位。可是它因为二档跟三档的落差太大了，所以你就会造成说，有时候你又觉得它好像爬不上去，然后有时候又觉得好像转速很大声。这种车开山路，他妈的会晕车，他一定会侧倾啊，他妈超倾的。你好他妈的，我都已经到地下一楼了，他大概还在二楼。看，哇哦，压车压车压车，哇！我们说有一天在那边妈拍到摔车，干人家就刺激了。好啦，这一集吼也没不太敢。请冷消维，当然观众朋友都很喜欢看我们整理这种老车啦，不管你要说是整修啦还是翻新也好啊，都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分享给大家我们在玩这个东西的过程。好，当然最后它还是必须要得有成本，得有价金把它卖掉，但我是希望大家理解到说，我们拍每一部这一种翻新的影片产能会非常的低啦，所以哦，真的蛮需要大家的鼓励啦哦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要记得多帮我们这个分享给你的朋友啊，最重要的是订阅键按下去，继续来鼓励我们做这种真的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制作费做这些事情，好，全部都真金白银
拿自己的钱出来开玩笑的。该Renaissance该奶茶社还不开玩笑，基本上这很大的挑战，好不好？因为影片还没拍完，所以我们还没开卖嘛。可是中间其实已经有些客人来看过了。我想大部分人都没办法接受奶茶社。你如果跟我一样能够接受奶茶社，你就成功了，好不好？这比较特立独行，这在走在时代的最尖端，这样你才会成功，好不好？奶茶社赞。好啦，反正哦，多多鼓励我们啊，订阅就好了啦，订阅就好了。我们的后台哦，妈的，有三分之二的看影片都是没订阅的。你们这些免费仔，干！哎，阿呆，我们这样好了，我们把所有的订阅都改成那个会员制，好不好？跟石袜哥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要遵循那种模式嘛，就免费看十五秒。对，免费看十五秒。好，深度会员加入以后，对不对？看高清无码，解锁更多知识。那喜欢的影片哦，跟刚讲的，好不好？记得订阅哦，不然以后就只有深度会员看得到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这期影片到这边啦，拜拜，拜拜。每拍一台车，长期的跟拍一个月、两个月，阿呆都跟车产生感情了。产生感情以后呢，我都不知道他晚上偷偷对这台车做什么事情。没有啊，排气管太大了。哦，排气管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干了，我懂了，下次不要改那么大，这样阿呆才可以使用。搞不好是泰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泰山跟我说要粗一点，啊，你跟我说太粗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太好，会撞到。哦，对，不会感染，交叉感染。你干嘛？啊，快点动啊！不是改排气管，在这边还自己打？啊，不是，啊不能。我换气了，我。哎呦！哎，我还没玩过这个哎。我也没玩过啊。你没玩过？对啊。我那上嘛是拢会出的，我拢点击打车。嘿嘿，还会打的，嘿嘿，啊，阿呆要不要来跳一次？不怎么玩，啊，不怎么玩，我忘台啊，你的镜头呀，好哟，给我俩电话带你拍电动，有啊，那这怎么玩？那就按啊，哎呀，不会还会甩我，好，不是我们在摸鱼，他们在移车子啦，啊，空闲之后，空闲的时间我们来打一下电动，我会被阿呆打死。不行不行，好，先这样就好，被阿呆打死了。特斯梅拉ギトマク釈迦者隊。